我很久没有做一件事情会让自己紧张，那个是一个会让我很紧张的事情。做完那一档这档节目，我会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办得到的感觉。嗯，有啊，以前有，就会不要唱歌去做别的事好了。后来发现做别的事不见得比较开心啊。唱歌，老天爷给你这么好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你做别行也一定会碰到不开心的事情，那换个心情嘛。对，那你如果不开心，做的不开心，你就先休息一下，做做别的事。对于旧的歌迷，其实在他们心中我是已经定型了一个在位置在那边。其实你说真的要传达什么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在努力的改变，然后我在努力的去试着挑战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。